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挪威森林猫，以白话直译的说法，就是在挪威森林里面栖息的生存的猫。这是斯坎地半岛特有的品种，常常以像妖精的猫出现在北欧的神话之中。挪威森林猫外观与缅因猫相似，与西伯利亚森林猫同列。森林猫生长环境非常寒冷和恶劣，因此它长有更厚密的背毛和强壮的体格。挪威森林猫体大肢壮，奔跑速度极快，不怕日晒雨淋，行走时劲毛和尾毛飘逸，非常美丽。但是生长在挪威森林内地的猫数目已逐年减少，一时有绝迹的危机。挪威森林猫性格内向，独立性强，聪颖敏捷，喜欢冒险和活动，且能抓善捕、善爬树、攀岩，有能干的狩猎者之美誉。